哎嘿，我不累。嗯，我们先注意哦，这一张卡会又没有转。可是我那个我现在是用手机玩，我好像没有办法转画面啊。那个有手机哦？啊，没有啊，那个就是手机游戏啊。啊，是哦，国产成人手游。哈哈，你在哪下载啊？你干嘛？你有兴趣？我贴给你啊。我好奇是什么游戏啊？居然是手机上的。好奇了一下，前面就讲天下不魔，压神作名。想问，想不想用海马角色使出蓝眼爽闪光龙？那是什么？蓝眼闪光龙？什么是蓝眼闪光龙？我也想问，那是什么？青光眼白龙。改很多的后台，就问你怕不怕？是那只把那个龙哥的巨龙放掉特长那只？三个后台，野香其实有机会，我只要血控到1000以下，我用励志球来控，有一点点机会哦。好，青眼光龙。哎，我直接结束，干嘛、啊？怂了、啊？哈哈，我尼玛，他怂了。这兔子有点不想叫，别怂啊！打过来啊！啊，终于要打了吗？现在1000哦。哇操！感觉给我1000的伤害。哎呀，到我的回合已经变6了。哦，我变身啊，所以嘛，这才是我认识的。对对对对，一柔，可以。哎 ，nice， 好。刚好还有200。OK， 下回合叫他怎么做人了、啊。好，嗯，下回合送他探亲。兔子，我想如果他有第三只变身的话，我第一只坚守那个 SR 的励志球。怎么样都能活得过。来喽，让他惊喜意外的。下枪，剩1800的攻击力哦。来，剩800，再上去。零。哎，手坑。哦，没有，好险！我今天都还没有遇到手坑呢、欸，用霍普雷的时候，都还没遇到过哎、欸，今天都没遇到过，嗯，没有。因为毕竟这个是打怪兽嘛，像很多手坑都是风筝或是电罩，粒子小球跟 SR 那个小球就没什么遇到。你吧，就可能我们已经过了那个激情的年代，他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感触了。啊，每个人喜欢的不同呗，看胃口啦。像我最近就在看这个美术社大有问题。我只是说我没那么喜欢而已啊，我又没说不好看。我知道啊，每个人喜欢的作品不一样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哎、欸，我《暗物语》你有看过吗？虽然《暗物语》我也很喜欢。你说哪一个？《暗物语》。没有你，我没有看过。哦，不是这个美术社大有问题。反正就一些很多，还有那个女子高中生的日常，好像是叫江角吧，反正就是一些搞笑的，我都还蛮喜欢，我都很爱。
我很多很多很多，我很喜欢搞，哎、欸，我蛮喜欢搞笑的。是，嗯，就是对，差不多啊，就吐槽搞笑的我都还蛮喜欢。哎、欸，男高校还有女高校，对这两部我都有看，我都还蛮喜欢的。然后麒麟王的真人版哎，好恶心哦！巴姆特年度什么十大什么动画的，十大动漫新闻回顾，哇，还有麒麟王真人版，好恶心哦！他那个组围他妈根本就跟人妖一样，他妈的，那根本就是公公好不好？超恶心。啊，那奇诺之旅耶，你们有没有看？奇诺之旅也是蛮不错看的一个作品。哎、欸，奇诺之旅我好像知道哎。对啊，它是很旧很旧的作品，好像2003吧，很旧很旧的作品。然后它又最近有重置。哦，嗯。那个是不是就是有一个人原本想伤害一个小孩子，然后被其他村民干掉那一部，是吗？第一集是这样，没错。哦，那个我知道，那个我知道。嗯，就是一个旅游啊，每一集都旅游到不同的国家去，对对对。然后那一台摩托车会说话，嗯。好有趣。被无效。哦、就是说那个村庄可以，可以杀人嘛？但是对对对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对对，我知道。我期待呢，蛮有趣的梗、哦。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很震撼。嗯。我其实蛮推，这样吧，我去把鬼面补完，然后你去把巨人第三季补完。第三季，哎、欸，他第四季出到哪？我是希望他一次出到很尾端，我一次一口气。我是比较喜欢这样。第四季还刚出没有、嗯。那我就等他出个快结束的时候再去追好了。那你先把你可以先把第三季看完。啊，我要一口气追啊！我觉得一口气追比较爽。干。对啊，不然这样每个礼拜等，每个礼拜等。我像咒术回战也是每个礼拜都在等。我前一阵子有看到《咒术回战》有抄袭那个，有抄袭伊藤润二的那个漩涡。他其实抄很多，但是他就是说是一个借鉴，我觉得也没什么，好看就是好看。对啊，不好看就不好看，说真的。借鉴哦，可是你直接把人家的图拿来贴上去，我觉得这好像有点难说服。我是不知道是哪一段啊。可是他就是各种，就是把那些他所抄袭的或者是借鉴的东西，就他觉得他们都是他的偶像，他决定要把它放在他的作品上。嗯，哦，那种概念。啊，夏洛特有没有看过？他这样的想法，他这样的想法没有错啊。我觉得他这样想很好啊，只是说就是可能有些人不能接受。嗯，他就是想要致敬跟做一个。嗯，就是他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放进他的里面，没错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啊，对我来说，嗯，啊，反正假如作者没有讲什么话就算了，对对，作者没有讲什么就算了。我是觉得蛮惊讶的，想说哇靠，怎么这么夯的一个作品，然后被人家讲抄袭，我一开始也有点错误。哦，可以发动技能了，来骗，来抄袭，可以，差不多要来了。这套对到大象蛮难处理，我想要来赌了，嗯。我就赌爆，嗯，要靠赌了，不然没救了。三，哦，长骸龙，然后复活面罩，是吧？长骸龙的用处就是在这里。
逆转裁判有没有看过啊？哦，逆转裁判吗？有。哦、oh. ，我看过，我还玩过。那同属性同好会咧，同属性哎、欸、同性哎属、欸、性同好会，属性同好会咧、嗯。没有，有。哦、oh, no 没有。嗯，好吧。还有重返十七岁。他是不是原本是有那个漫画？对，哎、欸，我记得好像啊，好像是二十八，好像二十七岁嘛，然后吃个药回到十七岁。他原本是大叔是不是，嗯，对，大叔，然后变成一个高中生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个好像剧情蛮感动的。对啊。还有吗？还有什么你推荐？放学后桌游俱乐部。虚构推理，其实也不是推荐啊，我只是在看我最近看的番，看我的番是哪一个，我照顺序念出来而已。那、啊、你就瞎鸡巴讲而已、啊。没有啊，我也是在看我的那个 po 文，我自己在看呢、欸。我就问你有没有看过而已啊。哦、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你可以做动漫的讲。啊，我不适合，我不适合。那么多的，你哪里不适合？可以啊，你就是把你写的文章的内容拿来那个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你每次都自己在自己的，你都自己写，你寫那是当我的日记啊，那其实是当我日记而已。自己背起来啊，那你把七分钟背起来，我不行。就多念一点，好像每次都念三四句，然后就没了，不够长啊。不然还要念什么？哦，来，我这里有个面包，我还不饿，来，请你们吃。你干嘛自己不多带？你干嘛自己不多带？你干嘛自己不多带？烦呢！我再讲你两句，你就说我烦。我只希望你好好用功读书，整天只看到你这边打电动。我靠，黑木岛死了啦！你害的啦！黑木岛怎么办？黑木岛投降。盖起来肯定会被搞掉。嗯，哎、欸，哎，今天收下去肯定会没有，肯定会没有的。啊，好，强行资金。哇，怎么办？多西哦。哦、我应该先发的，我应该先发在那个，其实也没差啦，反正如果是导航的话，应该就直接开了。如果我先发再盖的话，他会以为我在盖这个，他会以为。嗯。看导航。难道是分手的借口？如果让你。你可以吃哎、欸。要不要去啊？我常常帮助。他说：“比如说，我常常帮助一些翘焦的人，如果你们不要来的话也没有关系。嗯，如果要来的话，我等一下可以带你们去超商买一些好吃的哦。有东西可以吃的，要不要去？”然后他们就过去了，看超市上那杰哥，超怪。那杰哥，我们今天就会住你家哦。好啊，没问题啊。那走啊，我们今天就去超商买一些好吃的。你去那边，你去那边。哎、欸，小泡芙哎、欸，小泡面、小泡芙都可以拿，都可以拿。谢谢杰哥。哇，杰哥，好多饮料哦，有酒哎、欸，不要看酒啦，先买饮料，先买饮料啦。我明明他妈都有记起来，我只是他妈我没有全念而已，好不好？是啊，我操！再喝再喝，你看这个冰冰，才喝几罐就醉了，真是太逊了。这个冰冰就是逊啦。这么说你很勇，开玩笑，我操！再喝几罐就醉了，嗯。这个冰冰就是逊了。听你这么说，你很勇哦。
而且他这些梗都超经典的，好不好？你可以把冰冰替换成我超会喝的，啊、超会喝，很有嘛、欸，身材不错哦，蛮结实的啊。哎、欸，其实我 combo 基本上要完整的，是吗？嗯，这一个回合就好了。牛逼啊，小伙子，小伙子挺牛逼啊。哎、欸，其实他已经卡场了、欸，我基本上是可以一定用出来了、欸，我再撑一个回合就好了。下回合，哎、欸，是吧？嗯哼，撑一个回合不难。对啊，不难不难。对，这个而且他已经被卡住了，他已经被卡住了，哈哈。啊，差你呢。哎、欸，舒服。哎、欸，下回合，下回合来了，哎、欸，兔子要来了，嗯。哎、欸，那个。阿光，我提一下我的想法，我觉得你这一套其实不适合放面包，感觉上，因为你说什么要压血，我说你这一套好像不太适合放面罩的感觉，面罩是拖，他是要拖到七，他主要是拖到七，拖到七，可是你这套就是要压血，面罩的话，因为像我刚才有看你有一场。就是你因为生命值低于一千嘛，你想赌，你摸到救援兔你就不回血，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，然后结果你下一场我懂你的意思，可是他还是可以拖到七啦，主要是还是拖到七为主嘛，拖到七是主要是面罩他的，你要放那个粒子球系统，就是你把粒子球系统有啊，我有放啊，你没有看到粒子球，不是。我有看到，我意思是说你可以再多放一点啊，你那个羽翼要不要上满？嗯，我羽翼好像放两张的、欸，再放下去好像有点多。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把面罩换掉，然后放羽翼啊，因为羽翼是你一定有办法撑到一个回合，但前提是你是被破坏了，不是被除外。对啊，我是懂你意思啊，是有好有坏的、就是，对，就是有好有坏的问题啊，嗯。当然，你如果觉得解牛那个，哎，我去查查看。你说那个杰哥的影片，哦，你要去看，还没有看过、哎呦，阿青来了。阿青吗？是吗？游戏还刺激哦，还可以教你灯塔狼，还可以教你灯塔狼啊。灯塔狼，杰哥酒拿拿拿拿，来来来来，杰哥你有好多 A 片哦。哎、啊，那没什么、啊，来看看这好刚的。这什么啊？哎呀，哎呦，你脸红了。来，让我看看。让我看看。干、欸、嘛啊，杰哥？让我看看你发育正不正常啊？那我跟阿月靠腰，我背错了。听话，让我看看。不要。不要啊，杰哥，你干嘛？你们继续啊没有啊没有啊，后面就差不多就这样了，后面就重点就是前面的部分了，后面就是他那个抱着枕头然后在那边发抖啊我知道你家住哪里，我也知道你读哪一班，你要自己想说出去就给我小心一点应该是他，我好像讲反了，不过算了，没差。哎、欸，可是你不能指定他、欸，你要怎么解他的装备？你少一句啊！我少一句是不是。这件事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秘密。哦，对对对。我后面没有背，我不知道。哎呀，啊，我昨天有研发一个很好玩的娱乐牌，我等一下提。我不能指定他、啊，麻烦的，我也拆不掉他后台，怎么办？所以我放二重召唤，用那个钻石塔把它炸掉。嗯哼哼哼，指定不了他。什么妖魔鬼怪啊，现在连要指定都不能指定的。野霍普哦，这么早叫。想要让他放下戒心，你懂吗？我这么早就是想要让他放下戒心，就是直接打过来，全部攻击表示打过来。嗯，惨。嗯，我一直觉得我缩图的字体用的不好看，超奇怪，怪怪。
你用什么字体？我知道什么微软雅，只是因为受不了阿妈罗的。哦，可是他字体就看起来就自己看起来很小、啊。不是有帮你载吗？很多。对，但就是因为载太多了，我不知道要用哪一个。啊，你就没有、啊，你就一个一个试啊，一定会有一个你喜欢的、啊。嗯哼，哦，超难的，我都。这光是要试就不知道要花哦，先试哦，好像有机会哦，有机会哦，终于有一个没有被指定的 ，nice nice nice， 没有装备的，好，有机会有机会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完全可以。你就先试那个啊，超黑体啊，来喽，哎，真的可以的，我 combo 达成的 ，OK OK OK， 这时候先不要开，不然如果再凑到一个通常怪兽我就去了，真的。哦、好，粒子球，好，它这个是弹的，那弹的先用掉。嗯，嗯，可惜我没有再抽到第二张后台，我生命值还不够发。嗯，那试试看吧。靠你啦，兔子。嗯。有机会哦，哈哈哈！哦吼，完全没反应哦，哦，来咯，哎，我不来咯，我不来，啊，哪里？哪尼？发什么事？都是打哦。慢点。霍普雷是非指定哦。嗯？你可以点他。对啊。你点的是有装备那一只吗？对啊。你点的是没装备的吗？对啊，放我点给你看。误伤哦，不是啊，那个误伤也不是那个反应啊，因为我救援兔都没反应的。我真的真的，他非指定哦，哇，霍普雷是非指定哦，我操，非指定哦，有这种，哇哦，我靠，他要用陷阱弹你啊，你小心点。平局啊，就平局啊！仔细读一次它效果哦，并选择啦，关键在并选择，它是先发动后选，它不是先选后发，是先发动的然后再选。那发动后选的话就是非指定。嗯，你很聪明嘛。真のデュエリストになる。デュエリストらしく、俺とカードで語るか。デュエル。行くぜ。俺のターン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。お、ちゃん。BF。永続魔法発動。いでよ。モンスターを通常召喚。永続魔法発動。オラオラオラ。モンスターを特殊召喚。シンクロ召喚。モンスター効果。其实不太妙哎，老实讲不太妙哎。正直，有不太妙。
这个 BF 他有炸场能力啊啊，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游戏哦，觉得不太妙哎。守墓是 T 级哦，他已经不在 T 表像两年以上了，是不是？上一次还看他在 T 表的事情，好像已经两年前了，是不是 ？OTK 兔兔，对，没错。哦，好险，好险，抽到你啊，好险！哦，好险，不过有一张卡。希望他不会对我这张卡做什么。就觉得好像要射击比较好，搞不好是什么阴切。可是 BF 放阴切，我还没看过 BF 放阴切。オラオラ！モンスターを通常召喚、永続魔法発動。オラ！你看是去了、哦？啥？不好讲啊。不知道，看起来是不太妙。不过好像也还好，我看一下。没啊，没去啊。我要这回合就做出来了，想一下啊，我要怎么做？我生命值是控不了。我现在剩下的量，如果攻击表示叫的话，也不行啊。攻击表示叫出来是必死无疑啊，这不用讲。所以他妈。如果用攻击表示救火石的话，他应该会过来相报，然后再另一次打我2600，还是不足1000。如果有放雨炫的话，这时候抽到就没问题。所以自己先用这个收费好了。啊，好想要压到1000血啊！压到1000血是如此困难的事情啊！哦，nice， 来的正是时候，漂亮！他不来，我等等真的是有点小尴尬哦。我这里盖什么后台都没什么用啊，太可以炸。这时候守坑来的正是时候。可是，我看一下，好像可以咯。等一下啊、哦、，OK， 剩100，水都不用发动技能喽，水一回杀，只要他没锁坑。一回杀来临，这就直接夜间射击了。我在想说，我是不是一开始要发夜间，如果要盖那个很邪魔歪道的因果切断。好，可是我怕发了，结果到时候要发动技能蛇牌的时候，又刚好资源会不会不太够？应该是不会啊，都拖到那么后面了。Nice 啊！嘿嘿，破布雷！我们先注意哦，这张卡是此卡变为对象或是攻击对象可转啦、转移啊。我们下降你好了，看。我们
玩家肯定有被雷切给搞过很多次哦。他最可恨的，身为最可恨的，BF 中比较可恨的怪物怪兽来讲，打你是应该的。Bang！ 呵呵呵，哇，这一套好反主流哦！刚刚暴打 T1 的那个枪龙，哇，现在又是 BF。